我要回去法国。我买了飞机票，但是我们不能跟他去哪里讲。On avec les avions. Coucou, 我是法国安娜。哈，我决定，我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去法国。我知道现在法国还没有稳定啊，我想回去，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回去。看那边的状况，因为现在是还没有稳定啊。我们现在是四月，看数字还是蛮高，又隔离，真的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回去？因为两年没有回家，想一下，真的是两年好久。妈妈想要穿，我想穿衣服。好，你去拿。哎，拜拜，我再录一个东西。我来。那我再录一个东西。我能看过来吗？好，等一下。好，我回来。所以就在说什么，对，有一点太想自己，但是我看不到没有疫情的未来。我原本是想哦，可能年底才回去，但是我又很担心年底又才严重，因为冬天比较容易有这种的病毒，年底会更可怕。然后我觉得夏天比较不会那么可怕，因为我记得去年法国的夏天那个数字就变低，对，我都是在我妈那边，我妈已经打了，然后我爸爸也有打了。我在现在台湾吃，我们在这边很幸福，因为就没有疫情了。但是我真的需要回家，我需要补充一下两年。等一下，呼，不要哭。不是出国旅游，是真的是回家。如果我一个人，一定我会回家，我不会想那么多，因为我自己可以控制，我会注意我自己的安全。但是因为我是带小孩。小孩也是很难跟他说你不能摸什么，所以我也会很担心我女儿。我就想很多很多，我从上月就开始想。然后没事吗？打屁是去屁运货很少打屁就少。所以他说什么，然后就问我老公他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回去吧，因为他一直在我需要回去，所以就谢谢你宝贝。但是还没有，至少他帮我放音乐，他会不会背个 YouTube？ 好，你们不能听音乐，不然我 YouTube 就会被关掉。好，所以我会这个影片我会剪的，因为就会跟你们说状况能不能回去。因为现在是都开放了啊，对，我要帮我女儿做那个护照，因为她有台湾的，她没有法国，然后我怕如果有险，现在好像可能也会先去法国，就一定是要有理由，但是你是法国人就是好的理由，但是我女儿没有护照，虽然这是我女儿，所以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走比较安全。好，所以今天先这样，希望，真的希望。那个决定真的是不简单，但是我想很多，我想很久。嗯，好，先这样。Hello， 我不知道上次我跟你们聊到哪里。现在状况是台湾有很多确诊，对啊，已经好几天每天就有200，所以就。对，已经好几天就这样，从5月13号、14号吧，我现在已经有点忘了。对啊，有点担心台湾。虽然我觉得跟澳洲状况还不一样，因为真的是，但是我还是担心台湾的。嗯，像我就说我要回去不回去，哇，头痛了，真的头痛啊。好，先这样了，看的之后状况，先去催买的护照，然后再看。Yes， 我买了飞机票，哟呼！我昨天今天是17号，然后我昨天呢，所以就7月2号出发，我们7月2号要回法国。对。但是我们不能跟爸爸妈妈讲，因为是一个秘密。这个不是一个秘密。是是是，我们要到那边，然后就爸爸。然后为什么我那么晚买了？因为我一直怕被取消，所以就比较晚买了。对，差不多是两个礼拜就去了。两个礼拜。很快了。
好快，休息十分钟去爸爸妈妈的家。那、no, 剩下四十天。不想。没有十分钟，十分钟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上飞机。好，所以我就超开心的。两年。怎么想呀？十分钟叫爸爸妈妈的家。好好好。没办法呀，20个小时，就剩下两个礼拜准备行李，有点赶了，因为要带很多东西。嗯，哎，那是都是好的，那个两年没有回去，真的超开心。哎，我看到今天也是好消息，之前台湾是好像欧洲，不知道是全世界，是欧洲是分三个地方，就是绿、黄、红色的国家，然后之前的台湾都是在。黄色的国家，黄色是危险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放到那边。然后日本、韩国都是在绿色，但是从今天就开始，台湾也是绿色，所以就去不用申请特别的签证，然后也不用隔离，所以对法国没有不用隔离。不然如果是黄色，我不是隔离，是自助加才加七天。也不是算隔离了，然后如果真的隔离是红色的国家，红色国家是好像是十天隔离，然后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中间10点到12点就可以出去，很奇怪，你隔离我不隔离真的很奇怪，真的，好，反正我就，我们要回家，好，就开心。在准备行李，你有没有很开心？这样子，我超开心的。这里，我超开心的。为什么你开心？因为我准备行李了。为什么要准备行李？来，我去爸爸妈妈的家。对，我赶快准备，然后我们就快要去机场哦。好吧。哎、OK， 好。所以接下来我就会，我不会拍那个。欣赏那个 travel 那个旅游那个过程，因为我就会特别注意，就是带四岁的小孩。之前我也错过一个带女儿。对，我之前有错过一集，你们可以先看的那一集，就是带小孩出国。但是我等一下我这边帮你放，我到法国的给你们看我父母的反应 reaction， 应该会哭吧。应该会哭吧，我应该会很开心吧。那飞机上要乖乖哦，因为你知道有病毒，所以什么东西不能摸，口罩要一直戴，好不好？哎，安全第一。哎，然后希望啊，台湾也是快，看来今天的数字也是变低了，所以加油，我们要加油。我在这边先抽烟顶。然后跟你们看我父母的 reaction。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就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阿布达。好，很快到了，你快点给我父母听呀。I know it's kind of different,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 matters. I'll tell you every day. When you're talking, it's pretty easy to be okay. What's up, Mika? I swear I'll treat you. Mais comment avec les avions? Comment? Sometimes it's hard to see.
On va ça va. Mais depuis longtemps. Depuis le mois d'avril on en parle. T'as vu, elle est contente, mamie. Tu dis qu'elle avait pleuré. Hein?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Merci, ma fille. Mais comment ça se fait que tu es arrivée comme ça avec les virus et tout? Comment? Ben, je suis arrivée. Mais oui, calme. Allez, on va t'asseoir. T'en pas les pommes, j'avais pas que vous fassiez une crise cardiaque. Je suis belle, tu m'as tombé. Ça m'arrête de derrière. Mamie, non, tu restes pas. Non, vous pouvez pas savoir, j'ai trois filles, j'ai mes trois petites filles, mais c'est pas possible le bonheur que vous me faites là. Le bonheur. Nice guys may finish last, but they always get the good girls right.